大家好，现在天已经黑了啊。刚才我们带着安吉拉就是在我们家门口转了一下，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商店全部关门了，他们商店的人回家吃饭了。等一下我们还要出去到那个市场那里去，看安吉拉和我老婆要那一张纸呢。现在已经是7点多钟了，马上8点了。8点之后他们就是吃饭，吃完饭商铺就开门了。安吉拉自己穿衣服，只穿了一个袖子，看穿进你一个袖子啊，穿一个袖子穿不上去了，他就把这个衣服套到头上面。要这个梳子呢，这个梳子是安吉拉专用的梳子，只给安吉拉一个人用。安吉拉梳头呢，刚给他扎的头发。我们现在出来了，出来转一转。现在商店都开门了，现在已经马上9点了。安吉拉又睡着了，每次出来玩不了多久安吉拉就开始睡觉。我们在这边转现在差不多有20分钟了吧，我老婆和我丈母娘在这后面。到这外面转一转反而还很凉快啊，有风，就是车有点多，人有点多。现在我们准备回家了，不转了。看一下这边人很多啊，安吉拉睡着了。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我二舅嫂子和我二舅哥，他们出来给小壁虎买衣服。看，给小壁虎看呢这套衣服。小壁虎在吃冰淇淋。哦，还特意拿过来看一下，给个镜头。看这个小商店，就一个风扇，屋里面闷热闷热的。这是男孩子的衣服。这边是女人的衣服。上面是大人啊，下面是小孩，女孩子的衣服，小孩。这边是男孩，这边也有。现在回来了，这是壁虎的鞋。Hello. Hello. Hello.
啊，壁虎的鞋，鞋子不大，装了很大一个盒子。壁虎的衣服。挺漂亮的这双鞋子。看安吉拉盯着这双鞋子看。没了。壁虎的新鞋穿上了。啊，放下放下这双鞋，放下，臭，走，走走走走，啊，走。哎，不要抓他的鞋。我二舅哥他们走了。啊，我老婆在和他姐姐通话。安吉拉拿着那个遥控器在那玩，那个坏的遥控器上面的那个按键全部被安吉拉要么是咬掉要么是抠掉。你看安吉拉，安吉拉你好，和爸爸握握手，那个手，那一只手。哎呀，一说那一只手，不和我握了。这个手和爸爸握握手。把我的手拿开，不和我握手，对不对？好，爸爸用这个手跟你握手，来，握握手，你好，你好。好了，松开爸爸手，松开吧，松开吧，松开吧啊！啊，我老婆正在和她姐姐说这件事情。哎。我丈母娘一脸的不高兴。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